大家好，我是三叔公。今天天地劫第一次的大改版呢，出了非常多新的玩法哦。大家期待最久的草信离忧时终于出了，那我们就来大爆抽一波吧。在开抽之前，大家先帮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就是新池子，好，9月2号到9月15号，所以要抽要快哦。再来，我们看到新的风光霁月哦，我们只要储值满7600就可以拿到全部的奖励。那7600可以拿到谁的造型呢？上次是我们的冰梨加夏侯仪，这次就是我们的曹庆跟离忧啦。我们看一下外观，非常帅哦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离忧哦，离忧这个很香哦，哦，真的，真好看啊，满3000多，还有这个灵运石跟头像框，那我是已经都做领取了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开抽了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两只都踢零角，所以一定要抽到，好，两只都要抽到，反正这一次就是抽爆就对了。来，我们手持抽，好，什么都没有，三个金还行啦。第二十抽 ，Go， 五芒星，哎，金的没了，没事没事，才第二十抽而已。第三十抽，好 ，Go。哦，上次抽那个单音那时，20抽就出了，虽然是出那个啦，出葛云一啊。那不过接下来就顺利出了单音喽，希望这次也可以这样。好，我们第40抽，抽了抽了。拼了拼了、哦、我的目标就是至少曹信跟那个离忧各一只啦，各一只、哦、我觉得像我现在3万多的十字金，我可能花个最多2万多啊、哦、还是要 留一点下来啊，以防后面的池子，对不对？再抽，因为之后还会有联动的合作角嘛，像双剑有没有？且心会痛啊，心会痛啊！哇，还是没有吗？还是没有吗？啊，有寒无杀还行。来吧，再来再来，我已经忘记第几抽了，冲了！来吧，画一个3。也是没有，最近真的是有点，怎么有预感？今天也是有点黑呀、啊，脸有点黑。很多抽了、欸，奇怪。来吧，再来，冲了啦，冲了啦！各给我一只就好了。来了来，出彩了，出彩了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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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草信草信离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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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、一踩有，来来，我慢慢揭晓、哦、出彩就慢慢点，来，草信离忧草信离忧草信离忧，随便来一只都好都好，该出了该出了，有啦，碎啦，哇，离忧香哦，离忧的卡面真的好看，香香香，碎啦，中了中了中了，至少我们出一只了，我们再来就再出一只曹信就 OK 了啊，虽然越高薪是越好啦，来吧，来，我们把它转到他的画面，曹信出吧。哦，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很快就能两只都抽到的话，可以再多抽一点，让他们身心高一点，一定是更强的。来吧，再抽再抽，来只曹信，我们就结束这回合了，石头就可以留给之后的池子，寒无杀还行。其实现在其他两池也都还不错，就是风寒月跟单音的池也不错。那
殷建平那一死也不错，跟子峰。那还是金，哎呦，跳过跳过。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。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就直接抽到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哦，不然花太多也是很痛啊。来吧，让我，哎，还是金。金草信，拜托，进来哟，进来哟，来吧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不管了，来，还是金呢？哎，我怎么觉得别人抽卡都比较会抽啊？我都觉得别人抽卡都比较好抽哎，我为什么都脸比别人黑啊？我觉得。我总觉得我比别人惨，就是抽卡抽的比较烂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来，有了有了，出彩出彩，有了啦，有啊啦，肯定有料的啦。哦，最后一个出彩，我们慢慢点过去。哦，第一个是朱浩，来来来看那个朱浩的那个表情，感觉就是有了，哦，那么邪恶的表情。就是有了，超庆超庆，哎啊，有有有超庆，超庆给我，哇，超庆超庆超庆，来吧来吧，来吧，的啊，又是离忧哦，第二只了，啊，没关系没关系啊，升个星也 OK 也 OK， 省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 啦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继续，一定要拼出来为止，好不好？拼出来为止。好，我们我的预设扣打应该是花个两万多，顶多啦，顶多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，应该可以多出好几只绝角了。嗯，潮庆，因为有些人说只有 PVP 好用，如果不 PVP 不抽也没关系，但是我爬到的。其实是 PVE 也是有用的哦，也是很强的。所以我想要两只都有，而且两只都有之后可以介绍他们哦，怎么去配五内啊，怎么配装啊，啊，他们的玩法到底怎么搞啊？对，哦，我是想两只都抽到了，再来。哦，而且这两只我觉得优先程度应该是好戏比较先吧，而且我现在我刚才两次都写他们名字了，哦，我都写了他们名字了，他们还是不出欸，还是不出欸，该出了吧？哦，我写你的名字了，潮庆。哇，怎么这么多星罗啊！我天，来来跳出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转的运，来出，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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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潮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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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该来了，你该来了，你又都来两只了，该来了该来了，嗯，潮庆潮庆，念力。念力，潮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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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潮，我潮，我操！哇，又是你哟，来三只了哎，不是来三只，我可以升五星了吧？哇，不是吧？升五星是不错，可是我要的是潮庆，石头会花光啊！哦，哎，这样一抽下去，哦，心在滴血啊！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拼，继续拼，继续拼，我不管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就是抽上头了，我不管了，潮庆，你就是要给我来，哦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。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不要跟我开玩笑，哦，不对，
我离欧出三只还不能升五星啊，还没升五星，还没升五星，没关系，我不用五星，草信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草信你来就好了，真的，真的有这么难抽吗？为什么啊？这跟夏侯仪一样是不是啊？都要让我大爆死哎、欸！别啦，不要这样啦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抽的比夏侯仪多了，应该是吧？来了啦，不要闹了！哦，有了有了，出彩了出彩了！哎呦，这次好像比较……哎呦，这次有比较快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拜托拜托拜托！哦，石头，我的石头，我的钱，哦，变不成喜欢的样子。好啊，真的五星啊！哦哦哦，五星的哪里哟？哦哦，我的钱变不了我喜欢的样子啊！我真的只想要一只草信，拜托，我用三合制让它四星就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剩一万了，啊，剩一万十只金了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哦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哇，太多啦，这个超远超我的预算呐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要相信曹庆会来的，哇，一只就够了，我们离有五星的没关系，曹庆一只三星就够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我第二十抽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冲了冲了，会吧，会来一只吧，不要给我那么多青裸啦，来吧，有了吧，有了，哎呦哦，三十抽就出了，呜啦，呜啊啦，是有了，拜托拜托，一只草信就好了，天地劫，好，天地劫保佑我，大家帮我集气。让我出一只曹信就好了，一只就好了。啊！哦，唉，居然是银溪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理由也五星了，好不好？五星也是不错啦，但是没有曹信，唉，还是有点难过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看要不要再拼吧，拜拜。